怎么科技越进步，讯息越乱呢？以前没有这么多假新闻，也没有这么多爸爸跟我讲话的内容啊。哎呀，那是因为太多媒体为了利益，不让你看见事情的真相。像之前的猪瘟啊、华为、大选，到最近的疫情啊，敢率先揭露被隐瞒事实的，就是大纪元。有啊，我偶尔上网看他们的新闻，还免费哦。哎，人家能坚持报道真相，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是靠读者订报，才能不受利益集团左右。独立办报不容易，大纪元努力发掘真相，为读者负责。你可以按赞力挺，也可以跟我一样订报挺更多更实际。点击连结来了解并订阅一份大纪元时报。